大家好，我是瓦航员。这期海豚专题的话题是马尔科。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为什么路飞还不能太早见到马尔科？在762期海豚专题，为了讨论完三大传音相聚、马尔科的关键任务之后，这期海豚专题我们就继续来到有关马尔科路飞的另外一个或者环节。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既然熊马哥已经和马腹蛇和伊藤相聚，那么随着赤脚几人的重逢，熊马哥应该就可能和赤脚们一起在未来的剧情中和路飞相聚。但本期我们将扶持的这个问题来说，在路飞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他可能就还不能及时和马尔科真正相聚。关键点就在于马尔科是从外部世界来到的河之国，而且在河之国一出场，熊马哥就说道，看来大马海贼团结盟的事情是真的的这一个，甚至就连外部世界的报纸都还可能没有及时报道的时间。只从这点来说，熊马哥个人的情报能力自然也就非常强大。而且正如724期海豚专题我们所或者提到的，马尔科之所以能提前参战来到河之国的原因，根本就是在于从报纸之中他得知到了抢得到白胡子遗产的七右海白胡子二世正在因为七右海制度的废除事件而在被海军围剿，甚至可能已经被海军抓住。从这点来说，在那期有关七右海废除大新闻的报纸中，有关萨博令革命军一方以及萨博的亲人们都十分脸色难看的大新闻，包括和草木团的同伴微微有关的新闻，还有路飞的恩人女帝被围剿的新闻，马尔科自然就已经全部知道。而且报纸上应该也再次写明了萨博既是革命军参谋长，又是罪恶时代新武皇路飞义兄的这个身份。从这点来说，既然已经知道萨博是路飞像 S 一样的兄弟，那萨博有难的新闻马尔科恐怕就不得不告诉路飞。但这样一来，以路飞的性格来说，在已经失去艾斯痛苦的基础上，如果萨博再遇难，他恐怕就会面临崩溃。而即便是如我们所胡扯的萨博没有遇难，只是被抓或是下落不明，在知道这个新闻后，路飞恐怕也无法专心迎战凯多，更何况他还根本不是凯多的对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聪明如小马哥早已经熟悉路飞的鲁莽性格，那他可能就会先不告诉路飞。然而以马尔科路飞根本还不熟悉路飞，甚至在魔斧蛇提到他时还想不起马尔科是谁的情况来说，这两人的熟悉程度其实也就不言而喻。而一旦马尔科错误估计路飞对萨博事情的承受力，将新闻告诉给了他，那后果恐怕也就不堪设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最好的办法也就是不要让马尔科过早的见到路飞，或是过早的见到清醒的路飞。但在回到大战中路飞受了大伤甚至失去意识，老传一不死鸟马尔科前来救命时，恐怕才是马尔科路飞在轨道真正一对一相见的最好时机。在这个时机，马尔科也可以将他可能知道的凯多之前战败的细节告诉路飞身边的索隆等人，然后再在路飞醒来后由他们转达给路飞。而在轨道大战结束后，马尔科再将734期海盗专题我们所忽略提到的要具体带给路飞的话，也就是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凯多战败事情之外的其余三件事，也就是愚人岛的红色历史正文、艾斯的事情、黑胡子的事情，包括本期我们所新强调的萨博的事情，将一一告诉给路飞恐怕也为时不晚。而由于马尔科根本就是一个既战力、耐力、经验值、智力以及握有重要信息的战场宝藏，因此从某种层面来说，在这场战争中，保护好我方的强力援军小马哥其实也就是一个尤为关键的人物。好了，本期内容就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王源，海豚专题我们下期再见。